香寻味，食到舐舐脷啊！嚟嚟，丹生，哎呀，哇哇，好冰冻啊！真系好凉。丹生，你最中意嘅捞鸡捞乜都掂。咁啊，点甜唔甜，酸唔酸？嗯。啊！哇，食到啦！好食好玩好睇，一个都唔会少。坐定定，精彩节目而家开始。爱爱翻寻味，日日都舐舐嚟。珊珊啊，今天带你来条村行啊。嗯，这条村真犀利啊，叫做聚星里啊。咁聚星里村咧，就听讲咧就有名人的故乡嚟噶。嗯，而且我觉得呢个村落咧，真系好古朴啦，同埋好宁静啊，俾我哋城市咧多咗一份安静同埋舒适嘅。珊珊，呢位就是我哋啱先讲嘅大叔啦。哦，原来一个咁靓嘅女仔嚟嘅。冇错啦，为什么要在这里做一个这样的民居啊？因为这里呢，本来就是佛山，它也是一个有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嗯。然后这里除了有康有为故居，还有这个陷阱仙泉，这周边很多很多的这个居民都会来这里打水。嗯。听说有一个很美的传说，雌雄泉。哦。哇，还。想生男孩喝熊泉水，想生女孩喝雌泉水，所以就是这里有很多人过来。珊珊两样都喝吧。对，我喝个龙凤胎就来了。那就太好了。嗯，那我们参观一下，好吧？好啊，好啊。好像是以前的老宅子来的。对呀，这之前是一个老房，你看这是之前的天井。以前的天井嘛，你看有这个麻池，对，那水下来了就水是流出去的嘛。是，这个我们保留了老房子原来的结构，是内部做了一些美化。系，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成个感觉咧，就系古今结合啊，好特别，同埋呢啲木门咧都有翻以前嗰种感觉啊。系。这边有一种湖景哦，嗯，跟、啊、我们外面的景是一脉相承的哦。好像泉水，来来，丹珊，哎呀，哇哇，好冰冻哦，真系好凉，冰冻，真系好凉爽，哇，好清甜啊，好清甜啊，嗯，洗面啊，哇，成个面会唔会，成个男仔翻晒嚟啊，哇，清醒晒，嗱。这个景呢是跟外面那个刚才说那个一脉相承，一脉相承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水，一个地方出来的水。哦，喂，即系我饮咗之后可以生龙凤胎啦，系咪？这么好的水，没理由只是拿来喝的嘛，是吧？嗯，还可以做点什么？还可以敷面膜。对，我们还有用这个水做了一款豆腐花。哇，豆花哇，这么厉害！哇，咁清甜的水咧，攞嚟整豆花一定好 wet 咧。哇，夏天嘅时候一定要食翻啖豆腐花先得。走啦，走啦，走啦，走走走，走啦。珊珊啊，我哋豆腐花，哇，咁快就，哎呀！哇，我要品尝下先得。这用这个山泉水的，这个井水做的豆花特别嫩，特别滑。嗯。啊。食出嗰种咧，以前细个喺学校门口咧，阿婆推住车咧，用古井水啦整出嚟嘅豆腐花。大叔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民宿你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去打造啊？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做这个设计啊，然后找团队过来运啊，然后是到今年的6月1号才开业。好，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这里呢，就是真的是听着这个竹椅临风啊，在一本书，一杯豆腐花，还有一只小猫咪。今天还要下着雨，对，听着雨声，嗯啊，
就在这里读书了，确实是一个另外一番的这个风格哈。那当初打造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我刚刚看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们这边有90%的这个家具都是属于实木的，像这种实木，然后我们也保留了这个原来这个老原木啊。对，我们想尽量的保留老房子的一些特征，然后呢，这里有图书馆，有咖啡屋，然后还有下午茶。我们希望这个地方以后是给我们的乡村里面的这个老人家或者是小孩子、留守儿童，在这里可以和他一个可以读书的地方，可以休息的地方啊。这也是我们的创始人超哥他的一个理念，美好愿望啊。我们的名字叫做美好愿望之心里，这是我们的在国山的第一个美好愿望的种子店。哎，大叔，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的游客来到这个民宿，那周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推荐啊？有啊，你看我们这边最近的有好多个农庄，叫东风坊的农庄，它那边有很多的特色菜，就在我们村里面。然后好玩的话，这边有一个仙湖度假区，这里周边的这个游客都是很多的，周五周六，还有哈尼湖啊，还有范围湖区，就是很适合家庭的。其实这附近很多短途旅游的景点啊，在这住一晚上，然后就到市边到古村落里面走一下，也是不错的一件事啊。是的，而且我发现你们这里的花花草草啊，到处都是花花。那我刚才就很好奇，说这些是买的还是你自己养的？这是我们在外面采的。哦，就是到处都可以采得到。村里面到处都是野花。哇，太幸福了。那我要带一点花走。系海哥啊，先个地方咧，哇，真系山清水秀啊！呢个民宿好靓啊，系，依家带我去边啊？咁啊嗱，既然民宿靓咧，我哋其实喺丹灶附近咧，好多农家嘅农庄咧，好靓嘅，好似呢间咁，你睇下，有湖啊，有景，咁啊，仲要你睇睇黄皮差唔多熟嘅喎，整翻粒啦，食得噶，嗱，咁咧黄皮咧，其实又唔使咁担心，因为要剥皮嘅。我呢啲即系呢啲咧就叫嗱，嚟到农庄咧，你知啦，呢度周地都系鸡啊鸭啊，咁好易啊鸡手鸭脚嘅，咁啊好正常啊吓。咁啊点甜唔甜，酸唔酸？哇，食到粒，好正，要唔要啊？我睇下珊珊冇事。我咪食咯，其實咧就一般農家嘅黃皮咧就佢唔會打藥嘅，咁咧就可以放心食啦嚇。咁但係出邊嗰啲咧就唔好隨便摘啦，可能食一粒好貴啊。哇，超金香啊！而且咧，我發覺呢度咧有少少似我細個生活嘅環境啦，有一個好靚嘅魚塘。最近有冬瓜啦、丝瓜，嗰度仲有粟米。你细细个生活喺鱼塘咩？鱼塘隔篱啊嘛。哦，鱼塘隔篱，我以为你喺鱼塘，你系一条鱼添。我系美人鱼，准备搵嘢食。哇，咁噶喎，咁啊嗱，食完粒餐前果啦吓，酸酸甜甜好开胃。咁啊呢间东风岗嘅农庄咧，啊好多地方特色菜噶。有好多农家菜食系咪？系啊。喂，试下啦，走。我哋师傅啊，华哥咧就已经备定一道菜啦。珊珊，你最中意嘅捞鸡，捞乜都掂。你哋呢度嘅捞鸡咧，听讲选用一个好特别嘅品种嘅喎，叫咩鸡咧？黑凤。黑凤鸡即系咩鸡啊？未听过啊。黑凤咧系嗰啲无黑色皮碎，即系比较结实型嘅。方正嘅，应该系两斤半到。两斤半啊？哇，咁真系啲肉几实净啊！
珊珊，系、hey. ，哇，喺一个咁靓嘅大自然环境，听住啲蝉鸣吓，有咁靓嘅美食，咁啊，第一道菜咧，肯定系先食个捞鸡啦，系嘛？呢、这个鸡咧就撒咗芝麻之后咧，嗰啲香味嘣嘣声涌出嚟啊！咁啊，嚟啦喂！哇，顺风顺水。即系其实我哋南潘顺咧都中意捞起嘅。嗯。啊，咁啊，无论食鱼生又好，食呢个鸡又好，全部捞鸡。吓啊！咁啊，呢个捞鸡咧，嗱，你最中意食嘅鸡皮啊嘛。哇！一嚿鸡丝，两嚿鸡皮啊。咁其实咧，我哋两个出嚟食嘢咧，就一定争嘅，因为我又中意食鸡皮。嗯。嗯，我睇佢简单嘅呢个配料啦吓，但系咧，因为呢只鸡咧个鸡皮特别脆，所以咧包住啲鸡肉一齐食落去嘅感觉咧，真系哇回味无穷啊！想唔想试下？系弹牙噶，嗯，即系依家如果系接近个麦都听到嗦嗦声，嗯，仲有呢道菜咧，佢有啲酸酸地嘅啲桥头丝啊、姜丝啊，咁啊食完嗰个鸡咧。你不会感觉它一啲肥腻喎，系啊，实正之余咧，鸡嘅香味啦，再加嗰啲料头嗰啲味咧，形成一个啊好复合同埋好清新嘅口感。系咁啊，头先同老板娘倾偈啦，佢就话呢只鸡咧犀利啦，因为咧养足够日子嘅，所以咧特别结实嘅，咁咬落去咧唔单止个鸡皮好爽脆啦，鸡肉都好弹牙，所以两个包埋一齐啦，再加埋咁多种配料喺埋一齐嘅感觉，绝！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开民宿，因为这里呢既不是旅游度假区，也不是一个目的地。嗯，很多同行也问我，他会觉得这里运营起来会很困难，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佛山本身呢，它就是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它这里除了有康有为故居，然后现在佛山政府呢也在重点打造这边。我们民宿呢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就是我们民宿会有图书馆，然后有咖啡屋啊，考虑到后面哎可以为我们这个乡村带来一些文化气息，比如说我们开业以后啊，很多村里的小伙伴还有这里的村民都会过来这边看书打卡啊，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喂，珊珊啊，嗱，依度咧就真系非常之好环境啊吓，咁啊喺呢个牌坊呢度咧，嗱，我哋右手边咧，左手边啊，依度有一个即系话传承咗好耐嘅井啦吓，亦都系呢条村嘅一个文化嘅所在。咁啊，然之后咧啊，后边咧就系我哋嘅莲花堂，你睇，哇，一路过去一片过去都系，咁啊，所以我哋阿珊咧啊，忍唔住想飞身扑落去，好似我即系。撳住佢啫，係因為落雨咧冇帶遮，所以咧我摘翻個荷花，好原生態。不過小朋友啦，同埋家庭觀眾千祈唔好學我，要保護我哋嘅植物啦。冇錯啦，嚟到呢條村咧，你係發覺咧，真係即係好有嗰啲好大，首先好大規模呢條村，咁另外啲建築好多啲舊嘅建築喺度，原生態好古朴，冇錯啦，咁啊！啲青砖屋咧，比比皆是，好有嗰啲历史嗰种文化嘅嘢喺度啊！嗯哼，好啦，嗱，华哥又整翻俾咩送俾我哋食？养生豆腐啊！养生豆腐点样养生法先？嗱，喂，我见到啲豆腐咧，又一半啊白色，一半啊绿色嘅喎。个白色嘅豆腐我哋可以理解啊吓，黄黄地、白白地，咁啊豆嘅原色啊吓。咁绿色系咩嚟啊？攞啲菠菜汁哦，落咗菠菜汁。
养生豆腐。哇，这个犀利啦，即是刚才师傅讲呢整得好耐喎，好费功夫喎。哇，佢炸完之后呢我以为会炸得好厚喎，原来咁薄身㗎喎。炸呢係个豆腐嘅面头嗰阵皮呢佢係结咗，咁但係里面呢仲係要保持咁鲜嫩㗎喎。咁先至係靓个豆腐啊，再整个红腰豆啦。嗱，淨係睇到個樣啊，你知啦，拼咗兩個色嘅已經係非常之，即係睇落去好鮮豔。我嘅感覺有少少似嗰個雪糕啊，即係夾心雪糕，出邊咧係比較脆脆地、焦焦地嘅，咁入邊咧就好嫩滑，仲有兩層口感喎，即好似哈密瓜加呢個香草雲呢奶嘅雪糕咁樣。咁樣你講呢講，嗱呢個豆腐咧，佢外皮咧。煙煙韌韌，咁咧就同我哋平時嘅炸豆腐有啲似啦。咁啊內裏咧係好滑嘅，因為有豆啦，有蛋喺度啊，咁所以咧佢嗰個嫩滑程度好滑。咁同埋個豆香味咧，因為有啲人唔中意食豆腐，因為佢一陣嗰啲臭青味啊。咁佢呢個係完全冇嘅。呢個咧就係我哋其實有啲同日本豆腐有啲似嘅，就攞蛋青嚟做嘅。係，所以佢嫩滑。啊，咁啊有養生，冇錯，海哥講得好啱。嗰個唔中意食豆腐嘅人就係我啦，即作為客家妹咧，豆腐一定要食，但係咧豆腐一定要靚嘅豆腐，先至冇嗰啲豆青味啊。就好似呢一個咧，唔單止冇豆青味啦，佢有少少嘅呢個菠菜嘅味道，哇，正啊！珊珊啊，咁啊嗱，嚟到呢條村咧。食呢個農家菜，係咪覺得咧好有呢個農家氣息咧嚇？唔單止係咁啦，呢個環境都好好啊，周圍咧青山綠水啦，仲有啲食材咁新鮮，所以要多謝海哥帶我食咁好嘅嘢。當然啦，你睇下我哋前面嘅攝像大哥，佢哋已經流曬口水啦。咁咧嗱，必然嘅嚟到咗一個農家地方咧，一啲即係本地嘅菜式一定要有啦，呢個雞啦、魚啦、鵝啦嚇，咁呢啲咧全部都係我哋成日都講啦，靠山食山。咁咧喺呢個村裏面咧，佢哋本身自己放養住嘅，咁啊所以食出一種原始嘅味道。咁啦，食完我哋翻返民宿休息啦。好啊，珊珊啊，係今日咧嗱嚟到一個咁靚嘅環境啦，咁靚嘅美食同埋咁靚嘅一個民宿啊，咁係咪好開心咧？超開心啦！咁我。支持嗰方，多謝曬，多謝曬。咁啊，又係時間咧，嗌翻個口號咯喎！我愛翻尋味，由頭食到尾，拜拜。